当当当，干饭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吃大汉堡，这汉堡他妈绝了，姐妹们，牛肉堡还有双拼堡。哈喽呀，姐妹们，绝了，姐妹们，我的天，双拼堡啊，毛一丝呀，嗯，来一口吧。哎呦喂，嗯，啊，这个好好吃啊！两个肉饼配根煎蛋，哎妈，绝了！海苔虾饼，这个里面有虾仁，辣丝肉吧，嗯，章鱼小丸子。这分量可大了，嗯，把汤汁洒出来了，妈，好好吃啊！能看到一根可爱的毛发吗？还是个女老板做的，里面有腌黄瓜、西红柿。没事，自己家做都做饭的时候还会掉根头发呢，可以理解，不怕有头发，就怕里面的头发带弯。不是卷毛就行。这家汉堡确实好吃，特别是双拼的。